日前，多家媒体拍到了 Angelababy 在横店与马天宇拍摄新剧《尘缘》的画面。 Baby 的儿子小海绵也在现场，有时候玩玩具，有时候在车里睡觉，唯一不变的是他不会离开妈妈的视线。23日，新视频流出，这次小海绵在保姆的陪伴下在车里睡觉，小海绵可能有点小脾气， Baby 立即上前安抚，而马天宇叔叔也跟他打招呼，睡眼惺忪的小萌娃十分可爱，逗得马天宇笑不停。从媒体拍到的视频推测，小海绵与 Baby 都留在横店，而且没有留在酒店休息或者出门玩，他跟着妈妈到了片场，睡觉都在保姆车上。这样的画面既温暖又有点心酸。温暖的是， Baby 自从当了妈妈之后，一切都以孩子为先，是尽职的好妈妈。另一方面，小海绵父母工作忙碌，爸爸妈妈都要拍戏的时候，他只能跟随保姆玩，多少都有点心酸。